我来记录作业，或者另一种其他处置掉的。处置，就那处置的。对啊。我要预有一个时效性呢、啊。弟弟，请问一下，长焕伦刚起来啊？我礼拜三进去的时阵。啊，我礼拜三是十月。十三。十月十三。这时阵，啊，有可能隔两工拜一拜。哦，隔两工到入港。暗十十时到入港。嘿，要看伊个船期，伊即摆个船期拢会震动。哦。我讲来无问你来使，这个来看看无你。我嘛拢伫车哩。啊，有当时也无看的啦，我来是无强着你啦。这较六站尔咧。你是用录音呢？系啊。我开始讲话。无紧啊。后礼拜迄只长帆，你知吼？伊咧船的烧着共龟仔，龟仔是共款烧的。苹果绿。苹果绿的。有来顶个你有好看啊？嘿。啊，伊总共迄个即摆九五只啊，啊第六只还搁咧做。诶，三千个自由船啊，这种自由的。伊交迄个韩国迄几只规模拢共款哦。六只拢共款的。韩国毋是做八只，啊十只。无啦，六只尔。韩国呢？嘿，六艘而已。迄阵啊，而且有来台湾迄几只。韩国做的呢？韩国做迄个什么货啊？韩国的公司的啊。嗯。伊这个主要的啦，因为伊个船老是安尼四四方方，然后是白色的啦，安尼四角形个窗啊就侪啦，安尼啦。啊，迄只长帆轮就是主要的，就是做种船老啦。伊个驾驶大概会在办公室的所在是做安尼啦。哦。伊无像长四轮做到就管迄啊。啊，长帆是较大只啦吼。哎，足大只！哎，甲板只开始算，会当食到十一层。比只迄个长四轮，搁加三层。